彪哥的吟诗作对。我看现在都这样了，这是我写的诗，你写的诗。对了，他说：“哟，他这诗写的不错呀。”嗯，我说：“曲子给我唱出来了。”哦，他们那叫什么呀？这叫他们那叫嫖我。谁这么不开眼呀？我正要告诉他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告啊？嫖我没给钱。我这诗不好懂，为什么？都是半文言哟，知乎者也是这个、哦、半文言。对、哦、朗诵的半截，各位要是有不懂的呢，嗯，举手向我提问，您负责。哎，我下去一一跟你们坐台啊，一一坐台啊。啊，不懂啊，这是抒情，抒发感情啊。朗诵诗的都这样，他们穿着西服打着领带，手里拿着大本子啊，这两天真他妈热呀。当然了啊，吟诗不拿手，拿手的是作对呀、啊。